又见到我啦！正话咧就去咗练习场练波，踢完图咧就落雨，咁阿 K 姐咧就拍咗几分钟雨中揸车的浪漫，原汁原味，冇剪辑嘅，听到雨声，其实好浪漫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 姐，又见到我啦。翻嚟瑞士几日，正话咧就去咗练习场练波，而家咧就嚟咗超市买面包。喺沿途咧就落雨，咁阿 K 姐咧就拍咗几分钟雨中揸车的浪漫俾大家睇下。咁呢条片咧系原汁原味，冇剪辑嘅，亦冇做到任何背景音乐，大家咧听到雨声，其实好浪漫嘅吓，同埋少少收音机声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，几分钟呢条片，我是 K 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